几点？看得出来吗？看不出来。舒服的时候就要坐得好，坐这个正位。好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几分钟？从哪里算几分钟？对对，我是说你这一段。这段三分钟，快四分了。中间有停吗？有啊，后来又……哎，怎么？哎，我也迷糊了，怎么搞的？之前前面的。三十几分钟，二十几分钟。刚刚是差不多29分的时候停的。嗯。那我以为现在还是第二段。啊，我说三分钟我就有点迷糊了，因为三分钟中间打断的那段你是录影也停了吗？
下就到我这个手了，我可能从右边走的。这样，这样比较照得到吧？你看这手，你看是这样的，我必须要把它拉开。分三个字，这边如果紧的话，那个血压就会高。嗯，所以要给它拍松了。肌肉都松了，没有紧的话，卡卡的地方，它的血压就不会高。你妈还喝了什么东西降血压？其实也没喝什么，就是那个姜黄素啊，姜黄粉加加苹果醋，就是一瓢而已。姜黄粉一瓢，苹果醋一瓢。苹果醋是10cc。10cc，早晚喝。没有，只有早上。姜是不能晚上喝的。姜晚上喝就是像砒霜一样。LINE 上面都是这样说的，所以我也不会早晚喝，我就是给他喝早上。